么是个佣兵？哎，这个蛛丝放了。哎，卡住。翻不过去。那给翻过去了。开一，可能一刀斩杀了你，往墓地跑了。
如果有人修飞机的电机的话，我就有机会。没人修，从小木屋走了，给对面前这台了，先知。先不管了，把里面的人逼出去。还没跳啊，要跳的话就被震着了，让他修一下。别动，娃娃别动，这就美滋滋，直接失败了。佣兵应该看见了。让他死得快一点。把骑士赶走，他吃刀了呀，还修，胆子肥。没鸟了，木头，
看这里面是谁？希望不是前锋。没人，又走掉了。看这边，没有挑战石，有魔术石。他妈怎么是个前锋？可以秀人皇鸡，这是谁？先知。哎，这边每次都卡住了。这是带怀表到你账了。还剩一台，先把他挂了。这个也不能守了，该走了。这守估计电机也被修完了。救了。
知道你要采石，采石能打断这个前方的冲刺了。注意一下，要死。结束应该自己的，别想过。才12分。谢谢芝麻陷阱小英雄。